号码，马上110请讲。喂，哎，110吗？我们这边有一个人受伤了，在地下全是血。他是打架受伤的还是怎么受伤的？不知道，不知道，我们是刚刚把门破开来才发现的。你是什么人啊？我是他朋友，然后他父母在这边。你是他朋友啊？对对对。哪地方受伤了呢？不知道，在地下滚着飞的，我们不敢进去。他那个在地上，然后躺着全是血，我们没看到有被子裹着，看不清。啊，你那具体在什么位置啊？八中宿舍，就是沙塘这一片。沙塘街道八中宿舍。我是不是靠近化鸟市场那边？对对对，靠近化鸟市场这边。哎，你那个朋友是男性还是女性啊？我这边我电话了啊。女性是吧？啊，对对对。接到报警后，马鞍山市公安局花山分局刑警大队立即组织警力前往案发现场进行勘查。然后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发现这是一个老旧小区叫八中宿舍。这个案发地点是在一栋楼的这个二楼。当时这个报警人呢也拨打了120急救中心。那么120赶到现场之后，判断这个人已经死亡了。当时死者是在卧室里面倒在血泊当中，然后用被子盖在上面，是现场的这个状况非常惨烈。死者面部朝地就趴着的，他的这个头是朝在这个客厅的方向，脚朝在这个房间阳台的方向。当我们把这个死者的被子揭开以后，发现死者这个面部、头部都受到重创，作案手段呢可以说非常的凶残。被害人名叫武文娟，马鞍山本地人，今年35岁，是一个单亲妈妈。3年前，武文娟和丈夫离婚，独自一人带着9岁的儿子居住在这个小区里。他每天负责孩子的饮食起居，接送孩子上放学，可以说是一个全职妈妈。经过初步调查，警方发现武文娟的社交圈十分简单，平时除了照顾孩子，她最大的爱好就是在家中上上网、打打游戏，没有和身边的朋友发生过口角，也没有任何的经济纠纷。那么武文娟遇害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单亲妈妈与外界无冤无仇，是何缘故惨遭毒手？这个案发现场是非常血腥，作案手段呢非常的残忍。调查走访，实地勘验，案发现场疑点重重。死者卧室内有大量翻动的痕迹，当时我们初步判断这应该是一个屠宰害命。神秘的叔叔，一线正在播出。案件发生后，警方立即对现场进行了勘查。我们对这个现场进行勘查以后，发现这个现场周围啊有明显的这个翻动痕迹，这个衣柜啊、这个抽屉啊什么都被打开了，而且他的家里就是没有任何的现金。死者的手机也没有，身份证也不见了。我们当时初步怀疑这起案件是不是因为这个抢劫啊或者盗窃转发的这个命案。勘查过程中，警方发现凶手的作案手段十分残忍，从被害人的伤情来推断，嫌疑人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置其于死地。死者头部有大面积的这个锐器伤，然后他的背部和胳膊也有这个有钝器伤，可能的作案工具就是有这个刀啊、这个锤子啊这之类的东西。在对卧室进行勘查的过程中，警方发现了诸多疑点。我们发现死者他的身前有一道很长的这个拖拽的这个血迹，因为这个血迹它有拖拽的这个痕迹，那么可以判断他这个案发的中心现场应该不在卧室。根据这一情况，警方立即对整个房间进行了勘查。我们通过现场勘验，在这个客厅和这个卧室的这个过门时的缝隙当中，提取到了这个死者母的这个血迹。
通过对这个中心现场对外辐射，我们在一个储物柜下面发现了一枚血脚印。那么我们初步判断，这个脚印应该是犯罪嫌疑人所留。勘查过程中，侦查员发现，除了这间卧室以外，嫌疑人将客厅的地面以及卫生间里残留的血迹都进行了清理。我们在死者家厕所发现拖把，也有这个血迹，就一次被这个清洗过，一次是这个拖这个地面里残留的血迹，进而更一步确定我们的想法，案发现场是在这个客厅，并不是在卧室。嫌疑人在清理现场的过程中，也使用了被害人的这条毛巾。这个黄黄的，黄黄的，他这也没洗干净嘛，不是？你说这个真有点香，你看看。我们发现这个毛巾上面有这个清洗过的痕迹，但是即使清洗过了，你还是有血迹残留。我们技术人员对这个案发现场进行了这个细致的勘验，发现这个客厅和厨房、卫生间都有打扫的痕迹。明显可以看出这个当时这个案发现场被人动过手脚，做过大量清理。在客厅的餐桌上，侦查员发现了一张外卖订单。他餐桌上还有吃过的饭，剩下的饭就是还是通过点外卖点的，点了一份那个黄焖鸡米饭，是死者的那个手机订的这个外卖。这个外卖的时间是4月26号中午，说明26号中午的时候，死者应该还生还，还在。通过这个法医的勘验，发现这个死者的死亡时间，应该也是在26号，是13时许，这个时间段。技术人员对厨房里的刀具进行了仔细的勘查，但并未发现可疑情况。当我们对厨房进行进一步勘查时，发现厨房拐角的垃圾桶里面有一个空的烟盒和两根烟头。因为据我们了解和走访，受害人不抽烟，这垃圾桶里留下的烟头很有可能是嫌疑人留下的。我们技术人员对着烟和烟盒进行了提取。随着勘查工作的一步步推进，警方找到了嫌疑人行凶时所用的作案工具。发现这个厨房这个橱柜下面的一个盒子里有一个锤子，这个锤子的这个锤柄处有很多这个点点滴滴的类似于血迹的东西。这把铁锤的形状呢，跟死者的头部的受伤的那个形状基本吻合。锤子上面虽然经过了清洗，但是上面隐约地能看到这个血迹，所以我们对锤子上面的血迹进行了提取，进行了技术鉴定。经过鉴定呢，这铁锤上面血迹就是受害人遗留的血迹。根据现场勘查的情况，警方感觉到这并不是一起简单的图财害命案件。我们就分析这个凶手在现场应该逗留了这个时间是比较长的，因为这个第一现场在客厅，但是客厅的这个血迹啊，就清理得非常干净，就说明这个嫌疑人在作案以后，不仅清理了现场，还把作案工具放回了橱柜，说明这个嫌疑人啊心理素质很好，而且对这个死者家庭啊这个物品摆放就非常的清楚。根据这一情况，警方立即成立了专案组，对案件展开了侦破工作。警方首先找到了当天的报案人，这个报警人就是死者的这个闺蜜。我们当时就是，对她进行了询问，问她当时什么情况。27号当天，孩子一早打电话给我，说妈不在家，说没人送她上学。我就当时比较意外吧，因为那时候快接近8点了嘛，一个孩子也是到上学的时间了。我就没多想，赶紧去闺蜜家，然后就把孩子接着。在路上我就问孩子，我说你妈到哪去了？他说我妈去医院看病人去了。我说谁告诉你的？然后他说是一个叔叔。我当时就比较奇怪，因为我闺蜜离婚好几年了，说一个人带着孩子住在那儿，我也没有听她说过有什么男性朋友啊或者这一方面呢。报警人说，他将孩子送到学校后便拨打了武文娟的电话。这个死者的电话就发现打不通了，就觉得有点异常了。我就感觉不对劲了，因为前两天我也打电话给他，结果没联系上，他也没回我，然后微信啊 QQ 啊都没回我，我就心里有点不放心。到了中午越想越不对劲，我还是想还是到他妈去一趟嘛，然后就到他妈家去了。他这个父母也表示，就这两天也没有这个
联系上这个死者吴某，他们就觉得这个事情就不太对劲了。4月27日中午，报警人便和被害人母亲来到了家里。门一开开也没感觉什么异常，就比较跟正常一样。然后我带着他妈就往卧室的里面走，卧室门是锁着的，就当时心里就比较疑惑嘛，因为正常谁家卧室门还会锁着呢。然后我就跟他妈说，我说你赶紧联系一下开锁的过来。锁当时打开的时候，那一瞬间就是门往里面一推，全满地的都是血。经过现场勘查，警方确定了武文娟在家中遇害的时间是4月26日的中午1点左右，而她的闺蜜是在4月27号中午才向警方报的案。那么4月26号武文娟遇害之后，当天是谁去学校接的孩子，孩子回到家中又经历了什么呢？想到这里不禁令人毛骨悚然。此时孩子口中的叔叔成为了警方调查的重点，这个人是谁？他和武文娟是什么关系？他是否就是本案的嫌疑人呢？一个个谜团等待着警方去破解。孩子口中的叔叔离奇消失，警方查找线索之路一波三折。这个小孩口中的叔叔啊，刚开始在案件侦查初期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谜。神秘的叔叔一线正在播出。为了弄清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警方找到了被害人的儿子。你昨天上学你妈送你的？对。昨天下午放学是谁接你的？下午放学我自己走回家的，我们家离得特别近。死者的儿子今年9岁，在上小学2年级。在4月26号的下午放学的时候，他发现他妈没有来接他，他又等了一回，他就用自己的那个手表电话打他妈妈的手机。妈妈手机正在关机。暂时无法接通。对，暂时无法接通。据孩子反映，4月26日下午放学，他独自回家后就见到了那位叔叔。你昨天下午放学回来就没见过你妈妈？嗯，回来之后我准备打开门，然后我看到叔叔你怎么来了，然后叔叔就让我进来了。这个叔叔之前到他家中来过，小孩有几次印象，所以当时小孩也没有多想。当时你看到这个叔叔的时候，他在干嘛？他在弄门。关你妈妈的房门是吧？对，就是推动，看能不能推得开。嗯，就当时我们在我们的第一脑海当中，就是这个叔叔有可能就是嫌疑人，我们就仔细对这个小孩进行了询问。然后这个你没有问叔叔你妈妈去哪里了？问了，他说是妈妈没有腿断了，去医院看他了。这个叔叔跟你妈什么关系？你知道？不知道。这个叔叔叫什么名字？不知道。这个叔叔多大？不知道。由于小孩这个年纪小，还有认知方面，他讲不出来这个叔叔的具体样貌、真实姓名和年龄，这个使我们专案的民警当时非常困惑。据孩子反映，案发当天，这名叔叔在家里抽了很多支香烟，厨房垃圾桶里的烟盒就是那名叔叔扔进去的。这个叔叔他在你家住过吗？住过。住过多久？1个星期。在你家住一星期啊？嗯。这么大？你不知道吧？不知道啊。妈说这件事不许告诉别人。你妈妈和这个叔叔是什么时候在一起的？什么时候在一起的？那我就不知道了。根据孩子的描述，显然死者与嫌疑人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他跟他这个男人情况你不信任？我不知道啊，他不跟我讲，要讲我肯定要讲他。什么人都往家里面领。你是第一次见到这个叔叔在哪见的？是在我们学校门口。学校门口。嗯。他来接你啊？嗯。还是跟你妈在一起？跟我妈在一起。一起来接你的？嗯。根据这一情况，警方立即来到了学校，找到孩子的班主任了解情况。但是老师告诉我，每天这个接送小孩的人特别多，老师也没有在意这个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人来接送他，所以老师对这一块的线索也是不清楚。昨天晚上你这个饭是在哪吃的？饭呢是叔叔下的面条。嗯，就是方便面。到了晚饭时间啊，小朋友说这个叔叔啊，当时准备是想给他热一下这个桌子上的外卖。热了菜，然后我没吃，然后让叔叔给我煮点方便面吃了。
吃完饭之后呢？吃完饭之后我就开始写作业。然后他这个叔叔还给他辅导了作业，辅导完作业之后还陪他玩了一会，最后之后哄他睡觉的。直到叔叔躺下之后，他躺哪？啊，就是吊篮上。他房间有一个吊篮。晚上这个叔叔就躺在你房间是吧？嗯。他在房间陪着你是吧？嗯。今天早上起来之后，你发现叔叔不见了，对吧？嗯。那个叔叔也不见了，那就消失了。嗯。孩子所反映的这些情况令这起案件越发显得有些离奇。由于孩子提供不出嫌疑人的身份信息，专案组派出了多名侦查员开始寻找小区内外的监控视频，来查找嫌疑人的相关线索。案发中心现场这个小区啊，是一个80年代的老旧小区，是个开放式的小区，没有物业管理，那么也没有监控视频，没有捕捉到这个视频影像。我们就通过走访周围的邻居，在走访邻居的过程中啊，得到一条重要线索。住在这个死者家对门的这个邻居说，当天下午他听见这个对面的房间啊有争吵的声音。他听到隔壁吵得比较激烈，当时啊他也没在意，突然这个死者就啊一声喊了一声，然后就再也没有声音了。据这位邻居回忆，一个月前他在小区门口散步时曾见过死者与一名男子并肩出行。这个男的大概多大？邻居多大？这男的不过30岁左右。这个邻居说啊，同行的这个男子啊有点印象，但是印象不深，只是知道有这个小伙子，但是他也没有仔细的去观察过这个人，也提供不了什么有效的线索。那这个叔叔来了几次？三次。对，我记性特别好。他平时睡在哪里啊？他平时睡在家里啊。睡在跟你妈妈睡一个房间。就是跟我妈妈睡在一个房间。那我没看到你们家有男的鞋子衣服啊。他穿走了呀。他每次来还拎行李箱吗？不拎，他只拎背个包。他就背个包来。嗯。没有换洗衣服在你们家哈？没有。就是小孩所说的这个叔叔，就是一直是我们这个破解的这个难题。此时警方也找到了案发当天前去家中送餐的外卖员了解情况。然而这名外卖员表示，由于当天着急送餐，他将外卖送到门口后敲了几下门便匆忙离开了。于是专案组立即扩大了排查范围。吴文静的私生活很少跟别人说，后来呢经对他父母进行进一步的询问，他母亲呢所以对他的终身大事呢也比较牵挂一个。之前好像听吴文静说了，他交了一个湖南的男朋友。根据吴文娟母亲提供的这条线索，那么我们就对她这个近期的出行记录进行了查阅。那么发现吴文娟在今年的2月9号有乘坐飞机的记录，是从南京禄口机场到湖南长沙。她父母跟我们说，本来每年吴文娟都回家过年，但是今年过年的时候，吴文娟说她要出去旅游，去湖南长沙去旅游。过年的时候嘛，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们几个人在一起，就是过年要聚会，他没有来，他说今年不参加了，然后他就跑到长沙，至于到长沙干什么我们就不知道了。当时他也发了朋友圈。对，也发了朋友圈，就是因为他发朋友圈我才知道他到长沙去了。在过年期间，死者在湖南有过这个开房的这个记录。通过对宾馆记录的调取，我们发现有一名湖南籍的男子叫张伟和吴文娟有开房记录。得到这一线索后，侦查员迅速前往长沙进行调查。通过当地派出所第一时间找到了这个张伟。那么我和这个张伟见面之后，我就问他和这个吴文娟是什么关系。那么张伟当时听到这个问题觉得很诧异，他说根本就不认识吴文娟这个人。名叫张伟的这名男子告诉警方，他说自己的身份证在半年前曾丢失过一次，并且他本人从未去过马鞍山。于是我们就拿这个张伟的照片给这个死者的小孩进行了辨认。你仔细看，你仔细看是不是那个叔叔呀？他也不看他的脸。不是。小朋友辨认说这个叔叔他没见过不是在他家里的那个叔叔。那么我们就对张伟最近的这个活动轨迹进行了侦查，应该是能够排除张伟的嫌疑，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
利用了张伟的身份和吴文娟开了宾馆。据吴文娟的母亲说，案发前当她得知女儿交往了男朋友后，还特意邀请过这名男子来家中做客。大概一个月前，死者母亲啊，她就跟这个吴某提出，就把这个男孩子就带到家里来看一看。然后当天晚上家里就准备了很丰盛的这饭菜但是当天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就是这个男子没有过来，男朋友没来，就吴文娟自己带小孩过来了。她母亲呢和这个吴文娟口中呢讲的男朋友我没有见过面。嫌疑人的身份越发令人感到疑惑。此时死者的闺蜜向警方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在26号晚上的时候大概十点多左右吧，然后我看到我闺蜜的 QQ 图像是亮着的。这个就很有矛盾，因为吴文娟在4月26号下午已经遇害，这个登录 QQ 的人很有可能就是当天那个小孩所说口中所说的叔叔。被害人的电脑就在这间卧室里，警方随即展开了调查。但是他的这个电脑这个也需要这个密码，他的家人都不知道这个电脑密码。后来专案组就把他死者的这个上网信息发到腾讯去查询了，发现呢死者的 QQ 钱包里9200块钱，大概在10点半钟左右被转走了。根据这条线索，专案组立即对这笔被转走的9200元钱进行了追踪，发现这笔钱最终转入了一张农业银行卡。我们立刻就去了这个农业银行查询了这张卡的这个身份，发现这张卡的这个主人叫肖静，也是湖南人。此时在湖南的侦查员第一时间找到了持卡人肖静。对肖静核实这个情况，发现肖静当时人在湖南，没有作案时间。肖静表示他这个没有来过马鞍山他的这个银行卡这个身份证在前段时间就是遗失过。后来把肖静的这个照片发回来，让这个受害人的儿子辨认一下，受害人儿子说不是这个叔叔。一条条线索就此中断，嫌疑人的真实身份始终是专案组破解的难题。嫌疑人非常狡猾，一直使用别人的身份证在迷惑警方，在误导警方的侦查方向。我们又继续查了这个9200块钱的这个去向发现这个肖静他的农业银行卡在马鞍山市这个农业银行这个 ATM 机上提过现。得到这一线索后，侦查员立即来到了这家银行，调取了银行内外所有的监控视频，查找嫌疑人取款时的影像，最终警方有了重大发现。视频显示，2018年4月27日凌晨0点40分，一名身穿黑色上衣的男子走进了这家银行。发现这名男子背着一个红色背包，手拎一个红色塑料袋，进入银行的这个 ATM 机进行取款。在取款的过程中，他这个神情比较淡定。发现这名男子在取钱的过程中一直有打电话的行为，就打电话的过程中神情还有说有笑。当时呢，他这笔钱是分两次取的。这个男子当时在这个 ATM 机上分两笔，每笔是2500块钱，就一共取了5000块钱。这个男子当时还打着电话，就有说有笑，还是非常从容。然后这个男子就取了5000块钱以后就离开了银行。这名男子他取完钱之后就过了马路对面，他当时呢还在打电话。当时我们就调取马路对面的这个监控，看这名男子到底去了哪，但是由于周边都是老旧小区老城区，监控条件不是很好。根据这段影像画面，警方截取了该男子的正面图像，之后再次让孩子进行了辨认。就是他，对不对？确定。死者儿子看到这张照片以后就说这个是当时在家里的这个叔叔，我们就立刻确定这名男子就是本案的这个凶手，就是本案的嫌疑人。几经周折，专案组终于掌握到了嫌疑人的正面图像。可是这个男子的真实身份是什么？他现在人又在哪里？这仍旧是警方要解决的难题。被害人吴文娟和该男子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如果说这个男子是吴文娟的男朋友，那两个人之间又发生了什么矛盾，以至于引发了这起惨案？这一切只有找到这个男子才能够
得到答案。网络结缘日久生情，当虚拟恋情变为现实后，不要却以悲剧告终。为了这段感情，家人也抛弃了，最后一场空。神秘的叔叔一线继续播出。嫌疑人的行踪显得十分诡秘，警方发现2018年4月27日凌晨1:04，嫌疑男子再次从马路对面走了过来。我们发现这个男子就再次回到了银行，还是背了一个单肩包，右手就拿了一个红色的塑料袋，径直走入了银行 ATM 机，还是在这个同一个 ATM 机上进行了操作。这个男子还是分两次，第一次取了2000块钱，第二次取了2200块钱，前前后后就加起来的总数正好是9200块钱。9200块钱跟死者吴文娟 QQ 钱包里面的金额完全一致，我们就怀疑他当天晚上肯定就要潜逃，把钱取走潜逃。视频显示，嫌疑男子在取钱时脸上始终挂着笑容。该男子在银行将被害人的9200元钱全部取了出来之后便离开了银行。嫌疑人从银行出来以后就径直过了马路，这个银行的位置离这个火车站就非常近，我们当时就想这个嫌疑人他是不是有可能在火车站就是乘坐火车逃离，于是我们就去了火车站，调取了这个火车站的监控，但是未能发现这个嫌疑人。侦查员开始对火车站周边的网吧、宾馆等场所进行排查，但仍旧未能发现嫌疑男子的踪迹。而此时专案组收到了一条重要线索，发现这个嫌疑人再次使用了这个张伟的身份证，购买了一张从马鞍山发往鹰潭的这个火车票。确认嫌疑人已经持张伟的身份证购票，已经离开马鞍山了。根据这一情况，侦查员立即前往鹰潭查找嫌疑人的踪迹。赶往鹰潭准备实施抓捕工作，但是到鹰潭的时候发现这个嫌疑人冒用张伟的身份证，又从鹰潭购买了去往衡阳的火车票。后来我们就打电话联系铁路公安处，要求铁路公安处的民警协助我们抓捕。铁路公安就是立刻组织了大量的警力对这个火车上进行了摸排，终于在火车上成功将这个嫌疑人抓获。嫌疑人头发已经剃掉了，你这个平头说明他嫌疑人还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经过搜查呢，嫌疑人身上呢有三张身份证，一个叫张伟的，一个叫肖金的，还有个叫宋阳。这名男子的真实身份、真实姓名宋阳，也就是杀害吴文娟的嫌疑人。2018年4月29日凌晨，铁路乘警将嫌疑人宋阳移交给了专案组。当晚，专案组立即将嫌疑人宋阳带回了马鞍山进行审讯。当时带他回来的时候，宋阳一开始拒不交代，只字不透露在马鞍山的作案过程。进了刑警大队审讯室，我们对他的身上的衣服和鞋子进行了检查，他鞋子上面还有血迹，裤子上面也有喷溅的血迹，我们技术人员对他进行了提取，后来送往我们这个定眼室进行了鉴定，就是死者的血迹。在强大的证据面前，嫌疑人宋阳最终向警方低下了头。你为什么要杀死吴文娟？就是因爱身份吧，如果说的话就是这样。嫌疑人交代他跟这个死者吴某是这个情侣关系，两个人通过这个打网络游戏就相识，之前感情一直很不错。宋阳说他与被害人相恋已经快2年了，他曾多次想过要和吴文娟结婚的这件事情。犯罪嫌疑人宋阳是今年30岁，一直未婚，同时呢也是这个名牌大学的本科生。这个吴文娟年龄35岁，离异，带个小孩，但是吴文娟由于她家境比较优越，她善于打扮，也许显得比较年轻，
所以宋阳对文娟的这种爱已经达到一种这个痴迷的境界。宋阳说，起初他和武文娟的感情一直很好，每个月都会从湖南专程来马鞍山一趟。宋阳就觉得武文娟这个人非常可靠，至于有没有他有小孩啊，还有这个离过婚啊，他都不是很建议。感情持续升温啊，关系也很稳定，而且也就是达到了就是见父母的这个地步。宋阳说，就是准备去见双方父母的过程中，两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因为宋阳年纪也比较大了，啊，也到了谈婚论嫁的这个年纪，于是呢，他就把武文娟的这个情况和他的父亲说了。但是呢，他父亲呢是坚决反对，他父亲跟告诉他，但你是一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又没有结过婚，又没有怎么谈过恋爱，你找个这样的女朋友回家，家里面是不同意。宋阳说，当时他为了武文娟便和自己的父亲大吵了起来。他父亲讲，如果你跟他继续交往，我们之间就断绝父子关系。那后来就宋阳还是认可了这份感情，跟他父亲断绝了父子关系。宋阳交代，今年四月初，当他准备去见武文娟的父母时，两人便产生了矛盾。然后就是买东西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争执。据宋阳交代，两个人是去超市里买东西，他就觉得去买点礼品啊，买一些礼盒也显得比较多啊，看上去也比较好看。但是呢，武文娟就说不要买这些东西，对吧？你买点好烟，买点好酒。但是这个宋阳呢，因为他的家里条件就是比较拮据，条件不是很好啊，他就没有购买这个名贵的香烟啊烟酒。因为这个他也比较生气了吧。宋阳说，当天两人不欢而散，他便坐火车返回了湖南老家。他那天打电话打得挺多的，打了可能有20多个电话我都没接，然后他就觉得我那个了吧。此后两人一直没有联系，不过暗地里宋阳始终关注着武文娟的一举一动。当他偶然发现武文娟在游戏里和一名男子聊天，语言暧昧时，便心生怨恨。案发前几天，宋阳又回到了马鞍山，那么在武文娟家附近的小宾馆租了一个小房间。他这次来的目的就是想监视武文娟，也觉得他们关系不正常。案发当天，宋阳便来到了武文娟的家里，质问武文娟和这名男子的关系。没有否认的吗？嗯，他就说就是这个关系。宋阳交代，两人在家里便发生了争吵和厮打，而且吴某的这个言辞啊也比较激烈，就让他滚，想跟他在一起只不过是玩一玩，说了这样的话就刺激了他。因为当时很愤怒，已经说失控了嘛，我就转身到厨房去了，就拿了一把锤子。当时如果说有那个想的，就是说这个东西我得不到，我就要毁了他。这个一怒之下，就拿那个锤子，就我们当时在案发现场提取的那枚锤子，对其实施了杀害。从里面拿的放到里面去了，是吧？搁清洗呢？啊？有没有清洗啊？有。在杀害了武文娟之后，宋阳便开始对案发现场进行清理。哎，你为什么要清理这个现场啊？我心里当时没别的想法，我心里当时是小朋友要放学了，我不能让小朋友看到这一切。行凶后，宋阳还特意伪造了一个图财害命的现场来迷惑警方。因为做了这种事情，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自己学法人知道，只是不想这么快就到我这里来。嫌疑人宋阳被抓获归案了，我们通知他父亲的时候，他父亲给我们回答的是非常坚定、非常坚决，就是我没有这个儿子，我跟他不是父子关系。宋阳说，他对武文娟是爱之深，所以恨之切。但是，从他的行为中，我们看到的是他狭隘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偏激。特别是在情感受挫时，宋阳没有冷静地去沟通、去面对，而是做出了得不到就毁掉的极端行为，最终害人害己。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或是微信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